其实我蛮没有想到我可以有这个机会来拍这个名表的专题，因为我老公很喜欢手表，所以就是也因为他的关系开始对手表有一点憧憬。就是原本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属于包包控，就是对包包会比较有兴趣，结果他就送了我这只，他就说、哦、你喜欢香奈儿，那就让你全套的香奈儿。在收下礼物的当时，方志友应该没想到这一只香奈儿 J12 不只是他的第一只最喜欢的一只名表收藏，也成了他一脚跨进表坑的见证。当初老公拿出来香奈儿的盒子的时候、嗯、心里在想什么？我想说该不会是一个钻石吧。我一开始没有想到会是手表，我以为是饰品，因为那个盒子的大小看起来就像饰品或者是钱包或者是皮夹这样子，结果一打开竟然是一个手表，然后就觉得有点错综复杂的心情，就是想说怎么会送我手表，为什么不送我包包，钱不是差不多吗？我觉得包包背出来大家比较会看到，手表不一定大家会看到。当时对包包其实还是比较有兴趣，但是因为这只手表开启了我对手表关心的契机。而且因为那个 J12 就是它的那个面板是一个特别的，我后来才发现，所以我老公就说他送我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是超级防刮，因为我很会撞来撞去，然后它这个表面是就是好像是刮不坏的表面，我有点不知道它的那个，对，你看我现在撸一撸就超干净，然后没有刮痕，这样就是嗯很棒很棒。而为了回报老公杨明威，第一只自己购入的名牌表就是送给老公的生日礼物。第一只买的是这只，但是送老公的生日礼物。他30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就问了修杰楷的表姐夫，因为他在卖手表，然后就请他帮我推荐，然后他就推荐了我这一只。它很特别，它的表面是那个陨石面的，就是现在买不到。然后它的那个终点是方纳石，然后就有一个方，就因为我叫方志友，所以就我一个名字就觉得好像有我也藏在这只手表里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这只很不错。然后加上表姐夫就是很推荐说这只的就是表的收藏家都会非常喜欢，因为它增值的空间很高。对，虽然就是我觉得手表买了你也不会卖，所以增值就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没，因为不会卖掉。表姐夫又害怕他会不喜欢，对，所以呢他就说那你带两，你挑两只，然后给他选，选完另外一只再还我就好。我想说哪有那么好的老板，我就说那我就不会再跟你联络了，手表我就带走了。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挑了两只，还有另一只是可乐，因为那阵子他很爱看可乐类的那种比较可爱配色的，然后所以我就挑了可乐跟这个。但因为后来就觉得可乐比较常见，然后就是这只又更值得纪念的感觉，所以他就选了这个。当下看到送他这只表的时候，他惊喜万分，因为呢在这个惊喜之前有惊吓万分先发生了。就是他其实30岁生日的当下，我们是在越南出差，就是我们就是在越南遇到了很多很惊险的际遇，像是被诈骗啊，或者是就是搭计程车坐到黑车，在便利商店躲雨，因为是突然崩溃的下大雨，然后我们去买雨衣还是什么的，然后躲雨的时候呢，杨明威的护照差点被骗走，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很狼狈的遇到很多挫折。因为当时我没有把礼物带去越南，我想说回台湾，因为我们有约一趟要出去玩庆祝这样，到时候再送他。然后我们就大家好几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样，然后玩的那个晚上，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喝酒聊天啊，然后就突然拿蛋糕出来，然后大家帮他过生日。唱完歌以后，我就拿出那两个表盒，他整个脸就是很爽，对。然后因为修也在场，他就说：“哦，你都不知道志友一直在帮你想到底要挑哪一只给你。”嗯，的时候有力劝他选这一只吗？因为方纳石，我没有力劝他，因为就是两只我都觉得蛮漂亮的，但是就是虽然这只我觉得更有纪念价值，但那只我知道他应该也蛮喜欢的，所以我就是让他选。然后他就说那我可以两只都选吗？然后我就说不行，那另一只你自己买。然后后来他就有抚平一点在越南的那个不美丽的心情，这样。另外自己有买的这只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款。跟那个静雯姐是姐妹表，她有一只是粉红色的，然后我的是蓝色的。其实那时候原本是她想要这只，然后我就说很可爱，她说好，姐妹表给你，她已经有一只了。这只爱马仕也有一个很温馨的故事。其实这个表带是我后来自己去换的，它原本是一个那个咖啡色，就是爱马仕的招牌的那个皮。其实这只是我公公的，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某一年，就是我刚生完小孩，
好像是刚生完米娅吧，因为他就说 我每天就是带小孩啊什么很辛苦啊，然后还要工作，然后就觉得公公真的很 sweet， 就是很就是会想到，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名牌，所以他 就把这个送给我，然后就会觉得很感动。但我后来比较少带，所以我就把它给我妈带了。对，所以这支主要是妈妈在带。所以其实你最常带的还是劳力士跟香奈。其实还有一支隐形的表在这里，这里有一支卡蒂尔的银色的那个，就是很像军舰的那个那款，但是就被我弄丢了，也是老公送的。然后是就是隔年的这个的隔年的生日吧。手表跟时间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嗯。其实呢，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会管理时间的人，因为有了家庭，有了小孩，反而开始更重视时间的分配了。因为没有办法，我得要工作，得要照顾家庭，得要照顾小孩，还得要有我自己的时间。我觉得我是不能失去自己的人。如果要我所有的时间都留给小孩，或者是所有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做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会非常的痛苦。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跟时间，所以我觉得对于时间的分配，尤其是今年我要30岁了，所以我就更觉得说在时间上的管理对自己更严格。现在我也养成了一个蛮好的生理时钟，就是我早上一定会提早起床。以前的我就是呢，能睡到中午就�睡到中午，没有小孩的话睡到8点9点晚上都可以的那种，就觉得好像其实早起一点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然后会更警惕自己要注意时间。就是我觉得手表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帮助我可以随时更重视时间管理的一个好帮手，就随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现在这个休息太久了，或者是要准备去接小孩了，就随时提醒自己。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就是一从有家庭小孩以来，工作跟家庭的分配都好像就是都没有失去，就不会说工作到都没有时间陪小孩，或者是都陪小孩没有工作。接下来有没有特别对于一款手表也有点习惯？有一只是好像是 Daytona 吧，然后是玫瑰金，然后有钻，然后觉得很漂亮，可是真的很贵，而且好像不好买。对，但我就是喜欢 bling bling 的人，我就喜欢有钻石。我因为我老公有一只 Richard， Frank Miller， Frank Muller 还是 Richard Muller， 我忘了。好，反正我忘记是哪一个了，比较便宜的那个，因为有一个是最顶级的，有一个是超贵，有一个是可以勉强。就是他们家也有出那种彩色的，然后有点变形的。对啊，我觉得那个也很可爱，但那个也是贵松松，就当作欣赏咯。然后因为我老公也有在打拳击，然后他有追踪一个就是世界知名的拳击手，叫做瞬间忘记 Mayweather， 然后他就是也是一个 crazy 富豪就对了，然后他就有一只是钻塞满了表面的一个劳力士，然后我就跟他说，老公我想要这个。对，但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梦想，我先放在心里面。对，但说不定哪一天我就实现它咯，可以买到它。